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 Assetto Corsa Hot Lap 练车记录 Lotus 2011在 Brands Hatch GP 的成绩。努力超久，终于跑进35了，这次感觉跑得好极限啊！在成功之前，好几次都差一点点，半夜练，一不小心就练到早上。